哎呀，早知道那时买下红毛桥的祖屋，再过几年就可以退休了。好啊，宝贝。早知道这三个小瓜会让我们这么头痛，那时候我们就不应该。喂，你想说什么？没有啦，讲笑话啦。老婆，我刚才 online order 了泰森吸尘器。 只卖七九九？什么？我在别的地方看到才六九九？六九九啊？早知道。人生有许多时刻，我们都希望早知道。早知道。明知道有一天将要退休，却有超过四分之三的新加坡人还没做好退休规划，未来生活品质可能就这样大打折扣。 既然早知道退休不简单，今天就以Manulife Smart Retire 2踏出第一步，宁可选择最早在40岁开始退休，而每月保费能按照您的预算安排。同时，在投资中，任您随时转换跑道，尽早达到退休目标。爸爸妈妈嘞？快点快点，人没有转又转又。哎呀，早知道。